嗨，我是陈老师。今日的冥想主题是破除金钱的限制性信念。请你找一个轻松安静的地方坐低落嚟，瞓喺度亦都冇问题。总之你觉得舒服咁就得㗎喇。而家请你轻轻松松安安静静咁。如果你係坐喺度，咁请你双脚垫住地板，将双手摊开放喺大髀上面。如果你係瞓喺度，咁就请你放松你嘅身体，将双手好自然咁放喺两边嘅身体。请你慢慢合埋双眼，我哋一齐嚟调整一下呼吸。调整呼吸系帮助各位可以安静落嚟，同我哋心入面无限嘅灵性同埋心灵资源连接喺一齐。稍后请你吸气嘅时候用鼻哥嚟吸气，而喺呼气嘅时候用嘴巴嚟呼气。我哋一齐做五次。吸气，请你用鼻哥嚟吸气。呼气，请你用嘴巴嚟呼气。做得好好啊。我哋再吸气，呼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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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得非常之好啊！而家请你有意识咁放松你条颈，放松你嘅膊头，你甚至乎可以话俾呢度所有嘅肌肉同埋神经细胞，仲有组织听，你哋可以放松咁休息啦。接住落嚟，请你有意识咁放松你嘅腹部，请你同腹部所有嘅肌肉、组织、细胞讲，而家你哋可以一啲一啲咁样松开，做得好好啊！我邀请你玩一个想象力嘅游戏，想象一下你喺天上面召唤咗一道光落嚟。这一道光看上来非常之明亮，但一点都不刺眼，非常非常之舒服。想象一下它从天而降，进入你的头顶，进入你的后脑，进入你的额头，帮你越来越放松，进入你眼睛四周围的肌肉和眼球。你可以想象这道光经过我所提到的这些身体部位，一经过之后就将它们全部都点亮了，照亮了。做得好好啊！继续想象一下，这道光往下移动，来到你的面颊，来到你的鼻哥、嘴巴、下巴，然后再通过你条颈去到喉咙，经过旁边的膊头，沿着你的手臂来到手踭、前臂、手腕，再去到手掌。记得想象一下，光经过你身体的这些部位，都会一一地将它们点亮，
如果在视觉上你看不到，亦都无所谓，这一点亦都很正常。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咁就得噶啦。无论你怎样想象，其实都是啱嘅。正因为是你自由发挥的想象力，所以你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犯错。请你继续被这道光线向下行走，穿越你的胸膛，点亮你整个胸部，点亮你整个背部，再跟住呢道光芒向下行走，嚟到你嘅上腹，包括你背部嘅中段，再点亮你嘅下腹，包括你嘅下盘同埋屁屁。光线再喺你嘅想象力嘅带领之下，进入你嘅大腿、膝头哥、小腿，而家正通过你的脚踭、脚掌来到你的脚板底，再在脚板底反射出去，来到地球的中心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整个身体由头到脚都被这道光贯穿着，从上面从天而降的光束经过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将你很稳固地固定了在地球的表面上。这个动作我们会叫它做引光，又或者是接地，它可以帮助你令到你的左脑安静下来，而我们的右脑有非常大的潜力，亦都具备所有的灵性资源，所以引光接地亦都可以帮助我们连结身体的右脑。我们的心灵资源包括我们吸引力法则所创造的财富和能力，都汇集在右脑上面。现在请你将注意力放在你的心口那里，想象一下这里慢慢开着一朵粉红色的玫瑰出来。这朵玫瑰花它有很多层的花瓣，一层一层，一块一块地向外绽放。用你的想象力令到它变得非常之高雅，非常之动人，非常之温暖。你可以想象它是亭亭玉立、娇艳欲滴的，简直就好像在天上面开的一朵玫瑰一样。但当这朵花继续生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朵玫瑰花的花茎正被一些篱笆和枝架束缚住，令到它很难再向上生长。现在请你回想一下，如果用我们的理智和经验去想象这朵花的话，你可能会有无限那么多的框架。理性亦都会告诉你，一朵玫瑰并不会在你的心口里面生长出来。但是这一刻你做到了，这朵玫瑰的而且确就在你的心里面生长了出来。我们突破了思考和理智的经验，我们突破了思维的框架。我们的理智曾经跟我们说，赚钱是很困难的，我们要突破这个框架，告诉自己赚钱其实很容易的。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赚钱是辛苦的，但是当我们突破框架，
我哋会发现赚钱系可以好轻松嘅。我哋嘅理智话俾我哋知，钱系污糟嘅，赚钱系羞愧嘅，金钱系邪恶嘅。但系当你突破框架，你会发现你有资格去享受同埋享用金钱，并唔需要觉得羞愧，因为金钱唔单止可以帮助我哋丰盛，仲可以令到周围嘅人受益。金钱系利己利他嘅，我哋感受到金钱唔单止可以为咗我哋，亦都可以为其他人创造更加美好嘅未来。请你一一咁点亮呢一啲喺框架之外嘅可能性，令到佢哋被照亮，被你睇到。请你对住呢啲突破咗限制嘅諗法同佢讲，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我就鍾意你而家嘅模样。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我就鍾意你而家嘅模样。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我就鍾意你而家嘅模样。请你将呢句说话讲出声，效果会更加之好。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我就系鍾意你而家嘅模样。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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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鍾意你而家嘅模样。一切嘅限制，一切嘅框架，我尊重你，亦都接受你，我亦都欢迎有更加多嘅可能性。面对住种种嘅限制性信念，我哋唔需要介入，我哋等佢哋自行其事，等佢哋变换、转化，甚至系消失同埋离开。请你同佢哋讲，你哋曾经想表达嘅信息，我都已经收到晒啦。赚钱系困难嘅，赚钱系辛苦嘅，钱系污糟嘅，钱系邪恶嘅，钱系自私嘅。我接受你哋有表达嘅权利，我亦都好感谢你哋曾经陪伴过我，为我嘅人生作出方方面面嘅提点。从今日开始，你哋已经唔需要再跟住我啦。我愿意俾你哋重获自由，你哋而家自由啦。请你想象一下，你曾经嘅呢啲限制性信念，曾经喺意识入面种下嘅种种框架，深深嘅限制性都已经烟消云散。虽然佢将你困住咗一段时间，但你并唔憎恨佢哋，佢哋嘅存在亦都系想保护我哋啫。而家佢哋已经烟消云散，因为我哋对佢哋表达咗爱，表达咗接纳，而佢所提醒你嘅信息，你亦都已经收到晒。请你向佢哋做一个深深嘅鞠躬，多谢佢哋咁多年嚟嘅陪伴。而家请你继续关注喺心口入面嗰朵玫瑰，佢已经突破咗框架，继续向外生长，佢变得比之前更加茁壮，
比之前更加温柔，更加温暖，更加明亮，更加高雅。我们的限制性信念就好像附在这朵玫瑰的篱笆和枝架一样，它支撑并且陪伴着我们经历过我们人生最初和最凶险的阶段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帮手，我们都不知道会怎样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足够强大，我们就算没有了这些支架都可以茁壮地成长。我们已经大个仔大个女了，我们的未来是丰盛的，我们的未来可以通过我们的想象继续创造。我们就是自由的变化。做得好好啊！而家我要求你慢慢地翻翻嚟，稍后我会由一数到五。一，请你喐下手指同埋脚趾。二，请你喐动下你嘅手脚。三，请你伸展下你条颈同埋膊头。四，请你慢慢擘大双眼。五，你的身体好放松，因为你已经将所有的限制全部都打开晒。你就是那朵摆脱了篱笆和支架的玫瑰。我是陈老师，再见。